传统日本文化体验金粉世会，这必将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。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参与，仅需30到40分钟，您就可以创作并带回自己的艺术作品，即使是儿童也能轻松参与。这是一个包含世会体验和抹茶体验的特别套餐，体验日本传统文化，创造只有现在才能留下的回忆。世会是日本漆器的代表性装饰技法之一，起源并发展于日本。图案或字符用漆绘制，在漆尚未干时撒上世会粉，如金粉或银粉，以附着在表面，形成装饰效果。其历史可追溯至约1300年前。代表性世会作品。传统日本文化世会体验的流程：选择设计图案，转移草图，涂抹漆，撒金粉，完成。选择设计图案，从10种不同的选项中选择你最喜欢的设计图案。转移草图，从10种不同的选项中选择你最喜欢的设计图案，将设计图案和转印纸放在半月形盘上，然后用圆珠笔描绘图案轮廓进行转印。涂抹漆完成，在漆上撒上金粉，完成整个过程。